哎，怎么这么小的？记得夏天的时候点过，点了4-5个小时。姚哥有没有？是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好。试多一下光纤效果，慢一点看怎么样？好。很好。临近啊。哎，这个好，比刚才好多。现在零零效果肯定比5750效果好啊。圆盘看，这白光的看一下，刚才那个就不行了。哦，对，这个就平均了。它这个灯泡是那种插脚花的，长毛啊，很像的。多多少少会有黑点，就像你白光调色都会有黑点，可能你看不到。没了，姚哥。放图案嘛，要放大嘛。第三个图案嘛。这你家里有最大的光吗？没有。你就是开了，放大光吧。这你加个图案。哦。这个三倍，这就是三倍放大是吧？对啊。啊 ，OK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拍太久也不好。要改吧，后面要改。